我更喜欢那一句我们必须要在一起，说给谁呢？没有，就我是觉得因为你只是个婚庆歌手你只给别人唱嘉宾，我到了以后必须跟谁在一起，伴娘吗？我只到了现场你们必须在一起。没有，我是觉得因为刚才一直我就很感动，因为我觉得左立，因为听声音好像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男生，但那句词又是哎，我们必须要在一起，就感觉既温暖但好像又有一点点有一点小小的强硬。